而提到宗教，这外埔区的七庄三府王爷绕境活动是地方上一年一度的盛事，在今年更是邀请到外埔区所有的国校各派出队伍，在绕境的庆典中带来创意采接跟表演，不但是舞龙舞狮啊，还有独轮车的演出，不但是让场面热闹滚滚，也借此让地方文化向下扎根。不论是精彩的传统舞蹈，还是小小舞龙舞狮，甚至是高难度的独轮车演出，外埔五所国校纷纷派出优秀队伍，一同在七庄三府王爷的绕境庆典中带来精彩表演，一同欢庆这场地方盛事。很好，可以让同学有表演的机会。采接狮骑玫瑰花，是咱外埔七庄三府王爷。今年大家当过去战争，人两摆，阮才一摆。啊，今仔日阮就是再一摆的盛事。啊，大家百姓热情的参与，加上工作的协助，后生囡仔斗相共，让咱这个活动办了更加成功，更加圆满，互庄头更加欢迎，发挥着文化的特色。七庄三府王爷是有神无庙，所以每年都由各里选出炉主供奉，而过去家家户户还会在绕境时摆流水席迎接神明，但在921地震后多半将经费挪作赈灾，盛况不再。为让这个地方盛事再次兴盛，去年起区公所也开始将活动纳入一区一特色的计划当中。外埔区公所就特别从去年开始透过一区一特色的这个向文化局文化部争取经费，那我们来跟我们最有特色的这个七庄三府王爷绕境活动来做结合，做一个动员了我们在地的五所小学，他们各具特色的一个采接的活动，我们一起把它规划进来。今年也特别邀请到当地所有小学融入花博元素，带来创意采接，不但让活动更加热闹，也就有参与地方活动认识在地文化，也让当地传统向下扎根。谢林轩台东特报道。